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山村趣事。我是高手，大家看到我身后的竹林，今天我来挖竹笋，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挖到。这个是竹子的竹鞭啊，这个竹鞭长得很粗壮啊，这个竹子长势很好，冬笋肯定也很大一个。找到什么没有？这里发现了一个冬笋哈，这里起包了，开缝了，我们来仔细的挖一挖这个啊，露出来尖尖了，它已经暴露了，今天必死无疑啊！这个笋还是可以的，像这个季节有这么大一只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这个笋现在挖非常的鲜，非常的嫩呐、挖回去中午炒着吃，香甜香甜。好，上火。哪里？下面一个包。这个起包的就是油是吧？因为它在里面膨胀了。哎，真的是油。不过呢，现在还比较早，所以这个笋比较小。这没长大耶。再加上今天天气。这么小。但是它肉多。放过一个，这个好大。这里又发现一个哈，今天上午挖到了这么多，挖完这几个差不多就回去吃饭了。这个冬笋还是不错哈，还蛮长的，蛮亮的。天气好热了，现在到中午时间了，把衣服脱了，现在我们收工回来了。看这好大一个，这个好一点，肥一点，中午把它剥着吃了。